有网友发来了一条视频，说给大家看看刚领的学生证。是我孤陋寡闻啊，现在的学生证怎么都是电子版了？还有这些背后的按键，难不成还能打电话？有知情的兄弟可以帮忙科普一下。看下一条。继上次的火箭小子之后，又有人发现了新的生发哥，空中无限旋转，还能自带闪现，苍蝇见了都得给你递根烟，太顶级了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奇葩死法的梗简直火爆异常，几乎每个视频下面都有无数的留言。前两天的最高获赞是这位老哥，今天看看有没有人能超越他。昨天是国服元哥，今天又来个国服瑶妹，只要骑在你头上跳下河都不会松手。虽然是个 bug， 但既然这么喜感，还是麻烦官方不要修复了。投稿的同学说，这是他刚刚在门口发现的纳米晶体，想问我怎么兑换套装。兑换不了啊，这个一看就是普通的矿石，真正的纳米晶体外观长这样，本身指代的就是纳米尺寸的晶体材料，并不是这种一大坨的，懂的都懂了。